好，唔少人都講啦，即係港股而家個市值就已經好低啦，即係用 PB 計算，可能即係少過一啦，已經係咁樣。今年嚟講，你覺得資金會唔會翻翻去即係亞太區咧？最少即係就算唔係講港股，譬如話 A 股啊，或者日韓啊咁樣。其實日韓上年都即係做得唔係叫做好好㗎啦，但係都升3-4% 啦，係啦，就冇港股做得咁差。係啦，你覺得資金流方面會唔會話因為個股值低嘅情況，即係翻翻嚟亞太區嘅機會又有冇咧？其實個情況我自己覺得比較大啲機會，可能第一季都仲係偏臨啲，即係。會相對差少少，點解咁講呢？始終個問題係成個亞太區其實大部分股市都係新興市場，即係我哋分類啦。咁第一就受美元影響都係大嘅。咁第二樣咧就如果我哋 focus on 港股咧，會多一啲亞因素，就係其實而家都仍然糾纏住，即係雖然我哋叫做踏入了2022啦，但係2021發生的問題都仲未解決嘅，即係仲有一堆啦，內房啊嗰啲咁，即係相關仲有好多都仲有啲手尾，咁亦都未見到特別曙光嘅。咁所以呢一堆嘅嘢，即係雖然而家股值低，都明顯已經係反映部分嘅啦。咁但係暫時未有特別催化劑之前，就難啲會話即刻升。咁再加埋就係、是、其實正如頭先講啦，宏觀嘅開局都係覺得加息，咁加息嘅環境之下，美元好少會好弱嘅，或者起碼係去到加咗頭一兩次息，市場已經習慣咗啦，即係覺得都冇乜好大問題啦。其實那個加息加完之後，那個新興市場貨幣同美元嗰個息差都仍然係好大，即係你要去到大家有一個咁嘅。嘅 understanding， 因為有個咁嘅諗法，先至個美元走勢唔會特別強咯。咁暫時而家睇都仲係美匯指數都仲係好強，即係無論美匯指數以至美元對好多新興市場貨幣都仲係偏強嘅情況之下，就唔止偏強咧，應該話直頭係升緊啦。嘅情況之下就好難會新興市場會有個極大嘅反彈咯。所以如果你話要彈，我覺得一月頂曬籠都係啲。跌得好深之後的估值反彈，咁而且極有機會喺一月內完成。咁所以即係如果要炒嘅，即係如果大家譬如港股想話一月開頭會唔會炒，咁要快出快入咯，即係唔可以話好低啦，買咗落去啦，唔怕啦，坐到年中啦，咁隨時可能要再跌多陣。